廣州好少見嘅，專門做手工意麵嘅。單單意麵就有六種形狀、23個味道、138種食法。如果係平時去嘅話，起碼要排一個鐘以上。坐埋啦！哇，唔同寬度嘅麵啊！即係如果你有選擇困難症嘅話，你一定要提前睇好你要食乜嘢。如果唔係，你會揀到好頭痕。墨魚汁魔鬼八爪魚意麵，扁面同寬面係唔使加錢嘅，特寬同埋裙邊墨魚面兩頭煎，全部都係要加5蚊雞。我中意兩片嘛。嘴好黑哦！我點嘅係特寬，芝士味好香，好夠奶油味。碎片們，我覺得你哋唔好點咁多花蓮胡椒嘅味道。傳統牛肉醬手工意麵，好似拍出噶，鮮韌多啲啊！更加有麵粉嘅時候，帶啲香，番茄味、牛肉醬味、奶油味，全部都係好濃。墨西哥辣牛肉醬薄餅，真係好吃，辣辣地。